It's on the way。怎么啦？哎呀，今天乔伟可以教我。你怎么知道我有胸毛？我也知道。真的？嘉俊姐，你知道吗？嘉俊。没有看过，我要看。没有，没有了。打开，打开，打开。为什么刮掉呢？今天为了要露这个胸口，刮掉胸毛。对对对对。哦。其实不要刮。对呀，那样才性感。对呀。哎，我歪了，歪了，歪了，赶快回来，赶快回来。最重要的是电影大卖。再次，我要讲一个奇怪的事情：这部片到底关黄家千什么事情？你也就一场戏，你今天搞得好像你是女主角。我现在叫黄妍希耶。你看现在有人来吗？你叫黄妍希啊？对呀、啊，我搞得跟你一样。对呀、啊，你就是一场戏变成你今天就是来跨。你看过电影没有？我还没看过电影。OK， 其实我们把陈妍希都剪掉了，然后不断重播你的场面。重播我的场面。为了要拱出你的地位，但是说说啦，为什么你会这么爱这个电影？你看你今天还要来站台。我真的觉得，因为这部戏真的是非常的好看，而且带着大家，然后你又没看过，你这不是矛盾吗？因为我就刚刚他们讲，我就重复再讲一次啊。OK， 要让大家有一个重复印象的东西。对，对，那另外一个当然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因为可能大家等一下在看电影的时候会看到我在加拿大的家。里面有哪一个是你家？他们去加拿大在做蛋糕那个。他们两个男生半夜做蛋糕那个家，对对对，是你家？是我家。天哪，你来客串还要收人家租金啊？就还租我们房子？对，他们有租。啊，他们有赚两笔钱呢，有赚演员费跟房子租金呢。所以啊，我就觉得这部戏一定要让大家来看。所以他今天才会来嘛。对，进去教室，你看到陈妍希？然后就开始唱，就这样啦，我好尴尬，好酸。不会，你唱的，我跟你讲，张书豪再没有什么好尴尬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同样的音，他会唱成别的音，他才是真正厉害高手。害人叫我唱的，现在骂我是不是？你现在已经这么红到这样子，是翅膀硬了，是不是？你跟我老婆很熟，我知道你很多的过去哦。哎呀，在欧阳之前的我都知道哦。现在要来聊天，是不是？我是捧你，我爱你啊！好了，不过真的每个演员都活灵活现。跟着老婆去旅行，2月10号正式上映。孟小月、张书豪颜值担当，再加上陈妍希，面你看看。你不要这样乱呐、啊！我觉得你下次就上来好不好？你派一个黄家千来乱了到，一支枪是直接掉一坨钱，另外一支枪直接发射。嘉欣姐，你来暖，来从你去后面 setting 一下，来重新来，对对对，来你去从你给出一点，来你们三个先拍，然后趁他不在，我们先拍快点，一起发射，耶、yeah! ！